我答应浩然求婚了。你终于完成你的愿望，把自己嫁出去了。杰仁哥，我希望你快乐。不要担心，你还爱着元妃，我也还爱着美玲的啊。今晚，我把这里全都包下来了。我要你成为最漂亮的新娘。你觉得温浩然爱你吗？既然已经决定要牵出这个人的手，就不要再去眷恋上一个人的温柔。你就是我小马奇的巴迪巴迪，可爱可恨可大可奇，好看一定就你来到底，天塌留给我的，从来不客气。我是你的绒毛玩具，不发一语陪伴着你。当你需要，我在这里；当你远行，我会等你。如果你走路，想陪你旅行；如果有体温，愿温暖你。不知你前世难受的不弃，害我这一生不。相依为命，当你长大把我忘记，我在想你独自回忆。早安，吃早餐啊。早安，杰仁哥，对不起，我偷偷改了班机的时间，你知道的，我最不喜欢道别。看着你送我上飞机，我担心我自己会舍不得离开。虽然出国是我的梦想，但我实在不敢想象没有杰仁哥在身边的日子，我会有多不安。为了让我能安心的在国外工作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，不要让我担心。你爱吃的那家水饺，我已经帮你补好货了。你工作一定会更忙，平常做好保健才不会身体出状况。一个人别乱吃，也别忘了要吃饭哦。干洗店我打听好了，他们每个星期都会来收需要送洗的衬衫。牙膏挤完要记得盖上，才不会干掉哦。全能助理小恩不在的日子里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。我一直想做些什么，让你觉得我是特别的。想了想，还是做了我最擅长的事情，替你打点生活的一切，把你照顾得无微不至，让我觉得很幸福。但这些却没办法让你真正的幸福。因为我看过你真正爱上一个人的样子，现在的你只是努力的在爱上我，这些我都知道。杰仁哥，希望下次再相见能看到你发出真心的笑容。小恩，对不起，谢谢。吃完那些，喝六块鸡大团圆喽！朕知道了。牙膏说，偶尔他也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啊。
地板和我表示，不管怎样，我们都还是比较喜欢全能助理丁小恩。张经理。喂，亲爱的，好玩吗？哪有，我现在我一点都不忙。岳阳又岳阳电话又怎样？这个软体又不用钱，你讲，想买什么东西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OK， 晚点把图片传给我，没问题的。OK，No problem。为什么我老婆越来越黏我了？是不是我越老越帅啊？啊啊！张经理，下年度的财务预估报告，希望财务部能够做得更加仔细。是，海外销售的合作案，日方的法务代表下星期会来台湾商谈。庄香烟。最近副总也为了日方要来的事情非常的忙。忙？我哪里忙啊？我这几个月来每天来上班就等着下班，我比那个大楼的管理员还闲呢。我告诉你，我已经演不下去了，你就干脆让我死得痛快一点，不要在这边架空我，让我闲在那边折磨我，我在这里生不如死。如果你觉得你来这里上班是让你生不如死，没有人逼你来这里活受罪，自己走总比别人叫你走来得好看。士可杀不可辱，这个暗黑文董事实在太过分了。我也有尊严哦，他以为我真的不敢吗？我现在就去告诉他我不想干啦！不要拉我，不要拉我，我也舍不得你们的。我没有拉你啊。对呀，要辞赶快辞一辞啦！这几个月每天上演这种戏嘛，看都看腻了。我要不是有情有义看在瑞华的份上，我早就走了。瑞华，温董的郭瑞华，你们搭上线了？是他打我的。OK。哎，你有什么样的表情啊？我告诉你们。不要看不起我这块五花肉，我就是行情的，是他三不五时打电话约我出去喝个咖啡聊点心事。哎，赶快去掉你们脑袋中那种邪恶的想法，我再怎么饥渴我还是有分辨能力的。 OK， 阿姆丢盖棉被纯聊天，不犯通奸罪啊。哎，我们是不盖被子啊？不是，我们是，我说我们没有用棉被。不是，我说我们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我想啊，与其看温浩然的脸色，不如我回家看我老婆的脸色。我现在多爱我老婆啊！世上只有老婆好。你不要唱了啦，超难听的。哦，对不起，我忘了你现在听到“老婆”两个字会伤心。哎，张妈还没有接受美玲吗？你不知道她已经两个月没跟她妈讲话，好有尬事哦。哎，张文化，该不会你要断绝母子关系才能再把美玲娶进门了？喂，张文清，干嘛？啊？妈去找美玲？吼，我看这个方美玲哦，拢伊底下咧塞弄啦，阮文化哦再唔插我，我这个做老母的哦，今仔日怎么会吞下这口气？我为着阮张家的香火，准讲我做歹人啊，我嘛做定。害咱咧离离切切的，哼哼。这时间谁啊？妈，你怎么会来？不要叫我妈，想要跟我攀关系哦？哼，我文化吼，伤过故意啦，互你拖咧戆戆说，那我吼，你才无可能啦。
结果安尼楚楚可怜吼，我不吃这一套的呢。阮文化吼，都是伤过善良啦。其实他不爱你，他是因为离婚自责，你才甲你安尼剪不断，搁理还乱。如果你若真正爱阮文化吼，请你放了他，不要再缠着他。你敢知影我有叫算命甲算过呢？阮文化是有后代的呢。你安尼规工安尼甲伊勾勾缠，安尼是要来娶某啦？妈，当初是我太冲动，离婚之后我才发现我跟文化是要走一辈子的人。我对于我生不出小孩，我也感到很遗憾啊。但这是我跟文化之间的事嘛，阮文化的事吼就是我的事，啊，若你生不出囡仔吼，就是我们张家的事。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妈，你怎么跑来这里啦？我跟美玲的事情我们自己处理就好了，你要骂就骂我嘛。一个巴掌拍不响啊！恁就是吼离婚离了无交文啦。今仔日你以为我爱来哦？好，既然敢来啊吼，我一次把话讲清楚。除非哦，美玲怀有我们张家的小孩，啊，若无吼，我跟你讲，我免想要搁入门。我也不会答应你再娶她。反正哦，我这辈子只认定美玲是我老婆了。很好，从今天开始你就别再叫我妈。阿布啊，你怎么了？我想吐。怎么会这样？来来来，坐下来休息。你吃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啊？是过期的牛奶还是剩鱼片？没有啦，越听越想吐。你这想吐有多久了？这一两个月胃就是不太舒服。啊，有没有很想吃酸的东西？对耶。啊，会不会觉得累？有没有睡醒了还想再睡？怎么都知道？我以前在怀我们文化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呢。怀文化的时候，老婆，你怀孕了是不是？怀孕了是不是？啊！儿子啊，不要再咬了，万一真的有小孩，你这样咬危险呢。啊，对。没事啦，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，说不定又是假性怀孕。这有没有怀孕哦？我们到医院给医生看就知道啦。前面的闪开！像啊！像像像，我孙奶啊，我孙奶啊！哎，你见没有？妈，文化，你们别这样啊！哎呦，什么时阵啊，还叫我张妈？你刚在元妃家不是叫我不要乱谈关系吗？哎呦，我现在是吼阿妈跟孙子的关系啦，啊，名正言顺的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能躺着讲话，千万不要站着。哎，我们回家休息啊。对对对，慢慢走，慢慢走，慢慢走。慢慢点，慢慢点。小 baby， 元妃，我真的好高兴哦，我们都有了自己要的幸福。倒是你，怎么不太开心的样子？一点都不像要结婚的新娘。不是啊，我只是有时候都会想，这个婚真的是我要结的吗？还有。我真的要跟这个人走一辈子吗？会是他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当然了啦，你这就是婚前症候群嘛。所以我这样是正常的。我跟张文化结婚之前也是这种感觉啊。当你要走到人生的另一个道路的时候，难免会有一些不安。而且啊，你不只要帮自己选老公，你还要帮地宝找爸爸。你的不安啊，是一般新娘的两倍。会烦恼是很正常的。你这样说，我安心一点了啦。
有历练不一样啊，整个观察都变敏锐了。对耶，我一定是怀了个天才，要不然我最近怎么那么聪明啊？对对对对对，你怀了天才。好了，这些东西我帮你收一收了，张文浩不是要来接你了？啊，不用啦，这几个月我咖啡喝了，酒也喝了，还跑跑跳跳的，你看这小家伙还不是牢牢的跟着我。我想通啦，越平常心看待事情啊，就会越顺利。哎，帮我把那拿过来，快点。真是变聪明了哦。我就说我怀了个天才嘛。群通路在鞋店附近，文化请我把鞋送过来。那，谢啦。任务完成喽，告退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这样没有办法穿鞋。美玲，你看我这套美不美？打电话回来啦，怎么样？这套好看吗？很美。我们走。哎，哎，干嘛？你让我进来干嘛啦？哎呀，你刚刚也太明显了吧！袁飞现在是人妻，哎，她马上就要嫁给温浩然了。你刚刚那眼神，如果在漫画里面的话，就是画满爱心的爱心的那一种，哎。最好那么夸张啦，我只是没有看过袁飞穿礼服的样子，所以有点惊艳。那是温浩然有修养啊！如果换做别人，老婆被这样惊艳，老公早就翻脸了。最好那么没有度量啊！啊，算了算了，不行，我不能再吃了，再吃下去我的白纱就要穿不下了。你点你想吃的就好了。伯伯，你怎么啦？开心哦？以后我不准你再指使郝建仁。我刚刚是没有料想到竟然他会来。总之，我不喜欢。你在吃醋？你吃醋的样子好可爱哦。我跟建仁都已经是过去式了。自从你帮我戴上婚戒，到现在我们在筹备婚礼，我都真的发自内心的觉得，我把我人生的后半辈子交给你，是很对、很美好的选择。不过，
我喜欢看你吃醋的样子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再过来一点啦！怎么了？没有，就只是突然想亲你一下。回家也是吃那个微波食物，留下来吃饭嘛。我妈煮菜耶。哎，王美玲啊。啊。你不是说你怀孕之后变聪明了吗？苦主在这里。哈哈哈哈哈！不要再骂了哈！再骂下去哦，我的孙子就变阿笨了。我跟你讲哈，大巴肚的人啊，你要每天让他开心，讲笑话给他听。那个小孩子生出来就会聪明，知不？要开心要笑。哎，健健啊，等一下留下来吃饭，今天我有煮饭呢，要不要开饭了哦？对啊，留下来吃饭啦。妈，我来帮忙。啊，不用不用不用，你今天去试穿那个伴娘礼服很累，你要坐多，我来。哎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，我们两个离了婚，然后你现在挺着大肚子。元妃不会介意你去当她的伴娘啊。元妃都不介意了，你介意什么？对啦，元妃是不介意啦。啊，元妃是你的好姐妹呢。啊，你为着元妃好吼，啊，你两个吼，紧去给分结结嘞。你今麦囡仔嘛要生啊嘞，嘛要报户口呢。你知道我不鼓励结婚这种事的吗？冤枉你嘞！但是如果你不跟文化结婚的话，连我这个不婚主义都看不下去了。我知啦，你是惊讲名正言顺嫁来阮张家了后，你阁倒转去以前的生活，对无？即嘛这所是现任啦，经过这摆了后，我嘛已经想开啊。啊，即马结婚成家，以后恁的代志，我就无要阁管啦，就看恁家己啊。以前会管这个代志，是因为惊讲张家无后代，我唔再管东管西。啊，但即马你已经怀孕啦，我就无要阁管啦，咪当当啊，甲恁老爸做一个交代啊。妈，好啦，即马你也一个做老爸，一个做老母啊。囡仔若出事，爱安怎管教，都看恁家己啊啦。妈，那你不会再逼我跟美玲结婚啦？算了啦，要给不给看你们自己啦。妈，你明天有空吗？要产检了。不是啦，如果你明天有空的话，我想说看你可不可以陪我跟文化去登记结婚。啊！有空有空，尊公伯爷嘛爱腾出时间，这是终身大事嘞，足重要的嘞。谢谢妈，谢谢妈。王先生，美玲又要跟我结婚了啦。哎呀，你也买太多了吧？美玲不是说只要花生吐司吗？这里全部是她爱吃的零食，我一次全给她买齐，因为我不能让我老婆想要吃任何东西的时候还要等。恭喜你们破镜重圆啊！绕了一大圈呢、啊，这个叫苦尽甘来。哎，我就没有办法像你一样，要是要我啊，眼睁睁看着心爱的嫁别人，我一定一头给她撞死。
还活着？哎，开玩笑的啦。我的意思是说啊，郝建任，我要问你，你对元妃是不是还不能忘情啊？张文化，你是跟美玲离婚之后头撞破了是不是？哎，啊，我忘了，你跟丁小恩还在交往啊。哎，既然如此，小恩最近怎么样？他出国多久了？五六七八个月吧。那到底几个月啊？你们可差不多哎。像我跟美玲啊，从离婚到现在，她答应再嫁给我，总共经过了9个月零9天，又7小时38分钟，太快了。45秒。你在数馒头啊？46秒。好了。哎，跟心爱的人分开啊，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啊。我当然记得清清楚楚啊。我跟小恩有共识，分开没有那么严重，少联络也不会太在意。啊，所以你们最近没联络？大概他在忙吧，没什么消息。啊，是哦。那你不会挤我吗？谁像你跟美玲一样黏滴滴的？我跟小恩是理智派的好吗？哎呀，你是理智派啊，但小恩应该不是吧？什么？哎，没有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跟美玲现在开始啊，又恢复到甜蜜蜜的时期了。傅总也因为跟温浩然的事，现在老婆大腿抱得很凶。我是怕你一个人啊，会不会孤单寂寞，觉得冷啊？我热得很好吗？你少在这边53了，赶快回家抱老婆吧你。啊。皆醒你独醉啊！佳佳叔叔，你来找我，我有东西给你。我要你放弃地保，永远都不要承认你是地保的亲生爸爸。叔叔今天真的不能。地宝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在哭啊？你跟叔叔说，你发生什么事情？哎，千仞，我是袁妈妈。袁妈。乖嘛。地宝他怎么了？地宝说你都不回他的简讯，所以他下了课就吵着要去找你。我怎么了？他也不肯跟我回家。你答应他到家里来一趟好不好？地宝乖嘛啊。不要回家，我要找你。乖，我们先回家好不好？没有妈的话。建任。袁妈。快进来吧。说是参加婚礼，根本啊就是带孩子。云飞最近为了婚礼啊，忙得不得了。婚礼姐都是这个样子。建任叔叔，你看我第一名嘞！你看，你看。你不能回家，今天才来，你一定要来。地宝，你这样讲谁听得懂啊？这个话是地宝在学校画画比赛第一名，说是画你跟他一起去看星星，因为是第一名，所以要放在学校展览，一直到今天才拿回家，所以他才闹成这样子，要你一定过来看。还有阿比。都这么久以前的事了。地宝其实一直很介意，因为跟你去看星星，害你被袁飞骂。地宝，建任叔叔真的很开心，可以带你去看星星。也谢谢你，告诉我你的愿望。就算因为你。袁仁叔叔被骂100次、1000次、10000次都没关系，因为我真的很开心，而且你还把它画下来了，你真的画得很棒，你打第一名，
真的画得很好，超酷的，真的是很喜欢。杰米叔叔，不要难过。我没有啊。那你为什么要哭？因为我太开心了。那我把花送你，你可以不要哭吗？好，我会好好保存它的。那下次我带你去找流星许愿，换我当你的阿比。好。好了好了，地宝，你应该要去做功课了，要半天妈咪回来啊，会生气的哦，会骂人哦。啊。你赶快去吧。这样叔叔，那我写快一点，你要等我。云妈，没事，我先走了，改天请你吃饭。地宝会那么喜欢你，是因为他感觉得到你是真心的疼爱他吧？小孩子其实是很敏感的，谁对他是真心的，他一定知道。可是我什么都没做啊。是不能做什么吧？因为你总是慢一步，最后就只好错过。就像你跟远飞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们两个。从大学时候就开始交往，远飞的脾气硬，也只有你一直会让着他。也因为跟你交往，远飞也慢慢变得贴心了。你们两个都愿意为对方改变。就除了说到结婚这件事，远妈，当年我没有跟远飞结婚，让他未婚生子，一个人跑到法国去。你不但帮他隐瞒，还一句话都没有骂过我。你不觉得我做错吗？你是没有做对什么，可是我也不能怪你。凡事都要心甘情愿，尤其是婚姻，勉强太难了。而且这是袁飞自己要的，我就算阻止他骂他，他也不会听啊。凡事啊，都要让他自己试过一次，他才能够有所领悟。我就算再心疼，我也只能陪在他身边。而且这是他自己的选择，那代价他也要付。没有谁可以代替谁走人生的路。可是我没有给袁飞他最想要的，还让他一个人生下低保，不辛苦的日子。是啦，孩子是会让女人辛苦，但是也会让女人幸福啊。你们虽然是错过了，但是你给了他低保，就算袁飞曾经怨你气你，到最后他还是会感谢你的。地宝说你们很久没有联络了，是因为袁飞要跟浩然结婚的事吗？坚韧，我只想问你一句，你是真的要避嫌，还是在逃避自己真正的心情？妈，我们现在这样子很好，各自有各自的幸福，身边有新的人陪伴。你这样子我们很尴尬。好了，你们聊，我去看地宝功课做的怎么样了。你怎么会来啊？地宝，给我看地宝。
那是他在学校画的画，得了第一名，被挂在教室里面。他一直说要打电话给你叫你去看，怕他吵到你不让他打。没想到你还是来了。我很高兴我有来，真的。那我先走了。郝建任。我妈有一点没有说错，不管我们过去如何，谢谢你让我有地方。你的婚礼我就不去了，反正我都看过你穿婚纱的样子了，应该可以很美。祝你幸福。地铁、火车、电脑、登机，往东、往西，忘了自己，奔走，奔波旅行，一度挽回你的回忆，讯息始终无声无息。天乐叔叔吗？我忘记把装画的孔子给他了，他回去嘞。好，都不能我写完功课。你下次再拿给他嘛，妈咪先去帮你放洗脚水。哦。哎，是天乐叔叔的。名字哎，爱的地堡，上次什么的什么的，乐什么什么的，见你都是字看不懂。地堡在干嘛？妈咪，快来看。电脑里有好多我的照片。妈咪，是不是你把照片传给建任叔叔？地宝，你赶快先去洗澡。这是你干爹传给我的。听说你今天学会荡秋千了，从开始很害怕，到小心翼翼，到后来玩上瘾了，越荡越高，荡得高很好，但千万别忘了一开始的小心谨慎。未来做任何事都一样，越是开心得意的时候，又要回头望望起点，不能忘记一路走来的过程。我希望你永远不要有跌跤的时候。听说你今天吃饭又调皮了。妈咪，这个有加辣，你还是小朋友不可以吃辣。嗯，对啊。美玲，有点太辣，将辣放少点好了。好啊。地宝，你怎么偷吃啊？怎么了？辣到辣到。你回来就说太辣了。好了，妈咪去帮你拿水。哎呀，喝水没有，我去拿牛奶啊。地宝，看这里，舌头伸出来，散辣散辣啊、哦。结果调皮鬼碰到辣椒魔王。第一次吃辣吓到了吼，不怕不怕，人生就该有很多让你惊讶的第一次。可惜不能陪你一起长大，
否则我一定带你喝第一杯酒，听你讲第一个女朋友多难搞，第一次接吻有多甜蜜，好多好多第一次，我都想陪你一起度过，但我已经失去陪伴你的资格，只能一次又一次写下不能对你说的话，祈祷你的生命中没有我，会更幸福快乐。地宝，也许长大以后，你会忘了我们曾经一起看星星，曾经画过这幅画。可是我会记得，永远，永远记得，我们最靠近的一次，就是陪你看流星，陪你许下要另一个爸爸的愿望。怎么不睡啊？你怎么了？怎么哭了啊？什么事？是不是因为贱人？妈，我贱人他真的是王八蛋，他为什么要现在才让我知道？为什么现在才改变？为什么现在才让我看到原来他这么爱地宝？哎，你真的是傻瓜哎！地宝会这么喜欢贱人，就是因为他感觉得到贱人疼他爱他嘛。你做人家妈咪的，怎么都没有察觉到呢？相同的，地宝会喜欢温浩然，也是因为感觉得出来，浩然对他付出，对他关爱。他们两个人呐，都疼地宝，都爱地宝。但是重要的是，他们两个人，你到底喜欢哪一个？结婚了，我已经要嫁给温浩然了。可是郝建仁他现在又……好好好，想哭就哭吧。不管你做什么决定啊，妈都会支持你。不过你一定要记得。要拿出勇气，要让自己圆满，好不好？想哭就哭吧，啊！我现在可是从美国历练回来的 Superwoman， 不再是小妹妹了。地宝有权利知道他的亲生爸爸是谁。为什么我想的都是地宝，而你想的总是郝建仁？妈咪都一直没有认真感受别人对我做的好，做错事就说对不起呀。对不起，其实我很感动。我呢，就是希望你们一定要幸福。